那这之前呢，我也觉得说那些家禽类了哈，动物都好像都本来就要给，就是人家的食物嘛，啊，因为吃了几十年，从小吃到大这样。那后来呢，接触，有进来慈济以后，那他更了解，哇，原来，动物哈，它都是有灵性，也有生命，也会痛这样子。那尤其是我们要宰杀它的时候呢，那个它是非常恐惧的哈，那我就觉得很不忍心，而且呢哈，因为为了要人类的口欲，要养好多生物，然后就破坏也让地球暖化，一些科学证明的就是都是有直接的关系啊。那我就觉得说我要改变，我就把就来吃素。那时候我也邀我的女儿，我女儿那时候才7岁啊，我就跟她说。我放一个袋子给他看，就是要生命的呐喊呐、啊。原来我们的吃的食物哈，在取得食物的时候是那么的残忍哈。我给他看以后，我说我们不要吃肉好吗？我女儿说好啊，7岁而已哦。她说好啊，我们不要吃肉。从那一刻开始哈，她就跟着我就吃素了啊。那这十几年来吃的，我都吃的觉得很健康啊，也没有什么问题，也不会觉得说不会营养不良，不会，而且我对那些肉已经完全没有欲望了。是像鸡鸭鸭很可爱，小小的好可爱啊，可是我们慢慢把它养大的时候，我们就为了要吃它哦，我就觉得非常不忍心，所以我就一路以来我就开始就吃素了。哦，对，以前我啊常常是。眼睛会发炎，每年都发作2次，然后十几年来都固定的会发作。可是自从我吃素了以后呢，我那些叫红彩炎啊，眼睛的疾病啊，就不药而愈了。所以就是说，因为吃素了，救了我的眼睛哈，就再也没有发炎的状况了。那我女儿也是一样，她也很少有什么疾病什么的，感冒也是都很少，所以我觉得吃素的优点很多，而且我们为了爱地球啊、哦，我们就尽量不要吃森林啦、啊，也是一种常养慈悲心。